特种的小朋友一个一个接受表扬，因拢是通过外托学校认证的囡仔，为着要让关内的小朋友自细汉会当培养好的外托习惯，为1901年开始推动我爱阅读的活动，今仔日伫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图书馆举办1903年度第一学期的颁奖典礼。今天大概啊，我爱阅读啊。这个县长奖啊，还有心得达人啊，总共有36位小朋友获奖啊。我们特地啊在今天颁奖啊，鼓励我们前线的小朋友啊，除了平时功课之外啊，利用时间啊多阅读啊一些书籍啊，能够啊启发我们的知识啊，启发我们的灵异啊。眼界不离心界。今天的活动，真侪贵宾拢来到现场，面对小朋友在得奖了后，嘛继续外托来增加知识。馆长在致辞的时阵，感谢18度C文教基金会一直拢提供巧克力，互通过认证的学生，互外托的风气会当愈来愈盛行。感谢毛董事长，还有王执行长，全力的为我们南投县的国外阅读认证活动这个赞助啊，我们再次感谢他们。目前现在应该有119个学校，23000个小朋友来投入参加我爱阅读这个活动。那光是在今年的四月呢，经过我们发出去的一个，光是这个学期发出去的巧克力啊，就已经达到11,387桶啊。这也可见说用巧克力来鼓励阅读的一个风气哈，正在发酵，正在提升当中。最后，18度C基金会还佫安排巧克力 DIY 的体验，予得奖的小朋友来参加。伫听说喜欢了后，小朋友就开始家己动手做，因拢真认真，想要做出上水、上好食的巧克力。希望透过活动，伫未来因会当更加认真来外托，将外托变成一种习惯。记者郭维迈采访报道。